各位朋友，昨天就是参加了一个活动，就是曾慧燕著名的记者曾慧燕女士的这个演讲座。她是1984年就曾得到香港的十大杰出青年，非常厉害。然后，就是演讲之后我们就去吃饭了，对，然后这个昨天的。那个报道，就我在二号台已经报道了，因为我现在有一号台、二号台、三号台，三号台其实也是全部 copy 一号台的，OK，可是二号台就是社区信息，也非常感谢燕姐，曾慧燕老师，她就是在那这个我，她因为她的欣赏是，我就2007年1月。登上了《世界日报》的周刊啊！当时，我们买了几百本送给客户，然后现在通通都没有，只剩下一本很烂的了。所以这是也是一个荣耀嘛，就是在我心里，这也很非常感谢，曾慧燕老师。然后这个也是在我人生里面的挺高的荣耀了，因为你大家想想，有多少人能登上《世界周刊》的，能登上《世界周刊》的封面，这个都不是容易的一件事情。这个不是给钱的问题，就是那《世界日报》的周刊是不做广告，你给多少钱人家也不会做。就是说这种一种缘分，就是因为曾慧燕老师的欣赏，而我得到这个机会登上了世界周刊的封面。就是非常感谢了，这个都是一辈子很难忘的经验，所以，一辈子感恩的心，这是对对对，很多的感恩。好，所以昨天就，也去录了视频，也很开心，去听了一部分，后来就有人来叫我回来就那个了，大家可以到二号台去看，因为你想想，香港十大杰出青年，一年也只有10个，是不是通的啊？这个是很高的荣耀啊，对对对。好，那我也曾经登上过《世界周刊》，这个也是我一辈子的，一个挺荣耀的一个事情，所以就是非常感恩曾慧燕老师，谢谢她。这个一切都是缘分的，就是很讲不出的，就是因为我感谢这一路来对我一直都很好的朋友，都很有缘分，真是很多人很默默的在。对我非常好，真的很感动的，非常非常好，就是讲不出的好，有时候讲不出的理由的好，就是可是它的确是存在的，的确是存在，很多人是对我非常非常好的，就是甚至就是超越了我自己的想象，感谢大家，OK，感恩，真的一就是很感恩的，就是很深的缘分，讲不出的，对，因为其实当时其实我们也没有什么没有背景，没有任何背景，我们做生意就是靠自己的努力而已，没有任何的背景，也没有任何的什么。对，就是因为曾慧燕女士的赏识，她的厚爱而登上了《世界周刊》。但想想，你有没有看过有人登上过《世界周刊》？你一般不会有的。OK，就是它都是有一种新闻的方式，所以就非常感恩了。OK，就是曾经呀，曾经有这么高的那个2007年，当时买了几百本送给客户，现在仅有一本了，已经很烂了。我交通你说一定要保存好啊，不能丢掉唯一的一本。对，因为我也曾经上过《明报》的那个有一本书，那几本书，那本书还有吗？通点，《明报》的一本书，我记得那时候我们订了很多本呢，不知道在哪里，要找一找，应该找一找啊，《明报》上了《明报》哦，这个啊。名呀，好，言归正传，还是要讲讲。那这一个是，这史卡拉880018K 40.7克，哇，这个也是很超值，这个很有意境美。那现在是绝对做不来的了，那因为金这么重，金都要4000块了，像钻石这些都是1000块一卡拉的钻石。然后这个1900 14K 钻石4.05 12.6克，哇，才1900，这很超值。
因为我们手链是我们很抢的一档哦，我是很爱买手链的，反正就是这个就是很重的金，就是呀，都是很好的存在。哎，有时候这个借钱没有看到了，就这个重新大概就是6000块，这个大概6000块。哎呦，然后这个也要打重量，有一些没有打重量的，因为要打重量，因为时间久了，有时候就那个。哎呦，这个也没重量，算了。那这个就有了，这个才599，10K， 钻石90分，7克多，哇，才599，也很超值了。超值！哎，这里还有一条这个，哦，这个就2800。昨天说借钱搞不定那个啊，现在大概的5卡拉多的钻石手链，我们每期播都卖很多的，因为大家知道这个实实在在的。哇，这个才999，7.2克，14K， 1.5卡拉。哇，这个才1600，14K 15.2克，钻石1卡拉80，1600，哇，超值！这些都是很早期的戒了，很早期的戒。那这个就是 antique 古董手链，17.9 PT， 3999，3999 PT， 钻石好几卡拉，三颗很大的。这个也是重量要重新打，又时间的关系很多，这个才2880，超值，25.4克，14K， 哇，钻石也有4卡拉左右，不过这个有点短，所以手链要问长短啊。那这个哇。钻石也很多，哎，也是没有重量，这个要重新打重量那个。OK， 这个14K 10.86克，钻石85分，这个1500，这个也没有重量。哇，这个王钻。才1500，超值！钻石 ，yellow diamond 2卡拉22，白钻92分，就 total 3卡拉多了，14K， 1500，很超值，顶级超值，这个都是很早期的。10K 5卡拉钻石2100，也是非常超值的。14K 2卡拉04，哇，16.48克，1999，那这个也很时尚，非常时尚，非常大气，超值。你看它的弓多环扣，我最喜欢的多环扣，因为它拎印就是几个拎在一起，就是很有力量感，就是很有时尚跟力量感。这个就1卡拉20，这个就也没有看清，没有。OK， 那这个就1200吧。黑钻白钻，14K。10几克，三克拉钻石，这个就1600，这个也有一点短，有点短，哇，这个挺短的，那就1500好了，短的话就有限制，就是不是每边都能戴。
这个因为重新整一整一下来的 14K 钻石两卡拉 14K 钻石两卡拉1600，很超值，很早之前的价值1600。然后这个才499，钻石30分，499，简单的。这个一个小蝴蝶，才200块，哇，200块也有的18K。200块，好，这个是因为整理一下再播，因为有这时间久了就哎，这再来一两条了，这个也要称重量，称好下。好的，因为再播哈，谢谢大家，有兴趣的朋友们请订阅频道，加微信。